夏天就快到了，蚊虫也跟着变多了。来看看业者研发出几种这个新型的捕蚊机啊，只要短短的10秒钟不到，2000只蚊子当场被蚊死。 天气越来越热，蚊子大军开始到处肆虐，东抓抓，西抓抓，真的让人很烦恼。不过有业者开发出新的秘密武器，不只会发出光源来吸引蚊虫，还利用独门诱饵来捕捉蚊子。那这个釉剂是仿我们人体酸性体质的一种味道，对，然后进而吸引引诱母蚊子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风扇的吹，那蚊子之后就是风干而死，号称半径300公尺内，所有蚊子几乎是杀无赦。不过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打开了一看，不到一个月，成千成万只的蚊子全都变成了蚊子干。那么在户外该怎么办呢？试试看这种吸袋式的驱蚊机。它有一个高效马达，然后。 它就能把这个杀蚊的药剂啊，就是蒸发出来。小小一台，但是威力无穷。做个实验就知道，不到10秒钟，2000只的蚊子倒的倒，死的死。吸袋式风扇电蚊香器能对台湾130多种蚊子都很有效。那 用音波或声波的，只能对一两种蚊子有效。因为效果实在太好，业者改良再推出这种防蚊手表，无色无味无噪音，只要戴上这种防蚊手表，连蚊子都怕你。